哦，主，你是生命盼望，是我路上的光，是拯救我的君王。现在我全心赞美你，我心别无所求，你是我的唯一。我高举你生命构筑，全心献上感恩的祭，求居住在我心，地爱充满我灵。我仰望你，我主耶稣，用我一生尊崇的名，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当我来敬拜你。唯有亲近你我身，我心得着安息，你是我避难处。现在我全心赞美你，我心别无所求，你是我的唯一。我高举你生命构筑，全心献上感恩的祭，求居住在我心，你爱充满我灵。我仰望你，我主耶稣，用我一生尊崇的名，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当我来敬拜你。哦，主，你是生命盼望，是我路上的光，是拯救我的君王。现在我全心赞美你，我心别无所求，你是我的唯一。我高举你生命构筑，全心献上感恩的祭，求居住在我心，你爱充满我灵。我仰望你，我主耶稣，用我一生尊崇的名，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当我来敬拜你。唯有亲近你我身，我心得着安息，你是我避难处。现在我全心赞美你，我心别无所求，你是我的唯一。我高举你生命构筑，全心献上感恩的祭，就居住在我心，你爱充满我灵。我仰望你，我主耶稣，用我一生尊崇的名，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当我来敬拜你。我高举你生命构筑，全心献上感恩的祭，就居住在我心，你爱充满我灵。我仰望你，我主耶稣，用我一生尊崇你名，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当我来敬拜你。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当我来敬拜你。
带给人极大的温暖，请听带给人极大的温暖。这是一个繁忙的时代，从早上起来，人们就常常匆匆忙忙的，有的时候边刷牙，边穿衣服，边吃早餐，边说电话，边坐公车，又要处理公务。对自己而言，有的时候心中也没有安息，对别人而言，也没有时间倾听别人的故事、心事，而且还常常不耐烦。日子久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拉得越来越远了。有一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老人和牧师的身上。这个老人，他的个性很孤僻，对人总是爱理不理。可是有一天，这个牧师当然认识这个老人，也常常传福音给这个老人，希望这个老人可以接受耶稣的爱。可是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老人总是不理会。可是这一天，这个牧师在教会的庭院里面拔草，老人刚好经过，牧师就像平常一样面带笑容就问候他，然后继续弯着腰拔草。奇怪的是，这个老人却一直站在牧师身边看着牧师拔草。牧师看到这位个性顽固不愿意来到教会一个孤僻的老人竟然站在教会的庭院久久的不离开，他的内心很高兴，所以立刻请师母给他倒一杯饮料请这个老人家喝。老人喝完了这个饮料仍然留在原处动也不动，所以牧师就邀请他走进教堂向他介绍教会。参观完教会之后，老人家找一个位子就坐了下来，打开了话匣子就滔滔不绝一讲就讲了三个多小时。牧师开始感觉到有点困倦，自己不停地捏捏手臂又捏捏大腿，要打起精神来听老人家说话，而且牧师还要不时地点头用言语回应，偶尔还要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这样，老人家又说了五个多小时，最后老人露出尴尬的表情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占用了你很多时间，我下一次再来继续跟你聊天。老人家就转身回家去了。这个牧师心中笑了一笑，他心里想，这个老人家一定很孤单，肯定是很想找人说话，竟然来找我说啊。于是牧师对这个老人有了恻隐之心。牧师虽然很担心下一次他来会讲得更久，可是仍然决定，不管他几时来，他讲多久，我都愿意认真的倾听。可是在那个礼拜的主日，发生了一个奇妙的事，就是这个老人家带了三个朋友来参加主日礼拜。这位牧师多年来用尽一切的办法要传福音，可是这个老人仍然不相信。可是这样的人，一个人看起来很顽固的这样的一个老人，竟然传福音给养老院的三位朋友，并且带他们进来教会。这个老人家告诉牧师说，因为牧师耐心听他说话，让他非常的受感动，而且心存感谢，为了表达谢意，所以决定信耶稣，带朋友一起来教会。是，只要认真倾听，对方就会感动。牧师所做的只是忍住他的困倦，以关心和感兴趣的态度来听老人家说话，老人家却因此感到温暖，从此他的心就向人打开了。这是不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如果能够将神的爱这样的带给我们周围的人，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更不一样了。
耶稣也教导我们，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的待人。我相信如果我们常常愿意倾听别人的心事，有耐心的听别人分享他们的内在世界，别人也会喜欢听你所分享的。所以让我们都做一个温暖的人，做一个倾听的人，把这样的一个温暖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这样子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就会越来越近了。